陳偉業。主席，講起德義呢，就即係充分反映政府處理危機問題呢，即係嘅能力方面呢同埋態度方面呢係欠積極，亦都欠呢個嘅成熟。即係其實個問題一出呢，就當時我同啲家長接觸嘅時候呢，就已經建議呢個天水圍天盛天耀附近啲學校同埋幼稚園呢，可以試圖呢搵睇下點。呢個已經即係斬問都幾個月前。咁我最近同呢個教統局嘅有關官員商討嘅時候呢，即係亦都提出你處理呢啲問題，即係你一定係以特事特辦嘅方法去處理。即係如果你用既定程序、既定嘅方法，你就唔係處理危機嘅問題，係咪？即係運房局同埋發展局過去處理有啲嘅大型規劃發展，譬如呢個菜園村嘅賠償，當年都係用特事特辦嘅方式處理。家下處理新界東北嘅發展，有關個賠償嘅計算同埋個模式，都係用特事特辦嘅方式嘅處理。即係你德義所面對嘅問題，亦都係過去較少有嘅。即係你一間幼稚園，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都算係大嘅幼稚園啦，係咪？喺咁短時間裏面要被逼啊呢一個嘅結業，而引致到嘅問題係眾多。我一陣間會講，即係嗰個嘅突然結業對小朋友嘅影響。咁但係喺處理呢啲問題，如果你用既定程序，譬如家下處理天盛即係舊會址要安排嘅問題，佢要招標。咁一招標呢，就幾間嘅機構都表示興趣，聽聞就話有三個嘅幼稚園呢有興趣，咁就要投標投招標。咁你招標程序要時間啊，跟住審標要時間，按家下個進度呢，似乎就無望喺呢個九月呢係可以即係使用。就算投標成功，都未必可以喺九月使用。咁你點樣解決危機呢？係咪？咁當然你處理危機特事特辦，必然會涉及到政策嘅問題。咁其後就會諗，就係同埋會即係政府一個官僚必然會有好多人提出質疑，內部討論嘅時候就話：咦，如果呢個得咗呢，下個又點呢？咦，譬如聽日有另一間幼稚園結業，咁我哋又會點幫呢？咁你政府做服務，你政府提供啲公共政策，有個原則就係以人為本嘛。即係你係點樣透過你個公共行政權，透過公共資源嘅調配，透過你政府嘅資源同埋權力，點樣係幫到或者提供到適切嘅服務俾市民嘛。咁你咪個別睇囉，嗰個地區有設施嘅村校又好，棄置呢個小學又好，幫到嘅咪幫囉，呢個原則嚟㗎嘛。你家就唔係，你家就基於我政策有喺度嘅，有政策我就按政策按本子辦事，冇政策唔好意思，我做唔到㗎。咁呢個咪見死不救囉。喂，你個蘇錦良局長，你個卡片局長，主席好有趣呀，昨日有啲網民問我邊個係卡片局長，有啲人都未知卡片局長係邊一個，俾啲網民聽卡片局長係蘇錦良局長。咁你處理呢啲問題，你係想幫嘅市民嘛。咁你如果你有資源嘅、有能力嘅，你咪幫。你唔係話因為個既定政策喺度，你所要求嘅嘢既定政策冇，我就唔幫啦。呢個咪見死不救咯。咁你蘇錦良局長，內地遊客嚟香港犯法，就話要包容。喂，呢個咩尺度啊？呢個喂，你點解對呢個嘅德義幼稚園嘅家長同埋個學生小朋友你唔包容啊？喂，呢個涉及到對佢影響。佢喺度大小便，你俾张告票佢，咪罚款囉，罚款了事囉，唔使坐监㗎嘛。但係我唔知道政府啲高官知唔知道，幼稚园嘅小朋友如果突然间基于幼稚园嘅突然结业安排呢个嘅有学呢个学校方面安排幼稚园方面係出现呢一个嘅问题，
在这个的转接或者这个转移的过程里面，对这个小朋友产生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很可能是终身，亦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损害。这个的损害对小朋友的心智成长可能带来极大极大的负面影响，是吧？我刚刚早个零两个礼拜前参与一个的宴会，刚刚从我隔离那个是个即是临床心理学家，是儿童心理的。我已经问他，我说为什么就回这个问题我听不到啲专家特别啲学界里面啲教授出来讲话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对啲小朋友的心理上的影响的重要性，点冇人出来讲嘅。咁佢话有啲已经讲咗嘢，但係可能传媒唔係好关注，政府亦都唔係好关注。你都有数以百计嘅小朋友，佢同呢一个幼稚园嘅教师有啲一年有啲两年嘅关系。呢、这个关系唔係钱买到㗎嘛。你要突然间转，当然即係好多家长都成日基于名校嘅需要呢，就成日将啲细路搬嚟搬去嘅。好似万冇三千咁，係咪？我不排除有些的转变对某部分的小朋友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当一个未经刻意安排又没有合理的支援和协助，而小朋友的心理质素未准备好的时候，而突然出现这个改变，是必然会对小朋友带来一个创伤性的影响啊，英文就 traumatic experience, T-R-A, 是吧 ?T-R-A-M-A-U, 我唔记得点串啊，主席。啊，一个 T-R-A-M-A-U-T-I-C, 是吧 ?T-R-A-U, 是啊 ,traumatic, 是啦 ,experience。是啲英文有时真係耐冇用啊，主席。啊，呢啲30年前读㗎啦已经。啊，一个嘅创伤性嘅影响，中文就。啲社工术语都唔记得晒啦，开始。喂，呢、这个创伤性影响唔系你呢、这个唔得掂，讲两下咁轻佻嘅说话，转一间好啲嘅学校，或声望更好嘅学校，系可以得到处理同埋呢个解决噶嘛，改善噶嘛。呢、这个系一个不可磨灭嘅影响，亦都系有创伤。咩叫创伤？创伤就系一个深切而一个嘅。带来伤害性的影响嘛，可能这个影响导致到这个小朋友将来的心智成长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到他走向哇，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台湾啊，即是这个的在铁路出现这个的暴力的问题，或者转变过为一个的，即是学了我们的司局长个做晒宅男啊，不够胆同人再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是要需要一定的信心，当这个信心互信的基础失去的时候，你叫小朋友重新建立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可能会变成这个的即是畏惧啊、退缩啊，出现这些问题，没有人讲的、啊、主席。那所以你既然个政府是负责教育，你想小孩子这个健康成长，那你都好少少找些东西帮帮他啊，是吧？哇，不是官僚架构，个政策冇啊，做唔到啊，咪要招标咯。周街大小便嗰啲你就包容，点解你唔可以包容一下啲政策，做好呢一个嘅幼稚园个转校嘅协助，帮帮呢一啲嘅无助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啊？个权喺你嗰度啊嘛。哇，跟住就耀武扬威。哦、要你有权要帮那些你就不帮。嗱、啊，呢、这个我早几日同呢个嘅教统局啲即系高层倾嘅时候，我都话呢、这个正正系政治问责制，当年老董定嘅政治问责制嗰阵时候，其中即系、就是、市民支持其中一个理由就系话，当有啲嘅重大问题出现或者某啲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如果政策冇政治问责就系，总之你嗰个嘅局长。如果愿意承担嗰个政治责任嘅，咁你咪去决定，係咪？当然你要经过某个机制呢一个嘅审批或者研究，咁跟住你承担呢个责任以后咪
追究责任嗰时候，你咪承担呢个责任咯。呢、这个正正系问责制嘅精神同埋嘅原意啊嘛。呢啲嘢你就唔够胆负责，唔够胆承担责任。哇！苏警系嘛？突然间呢一个嘅占中问题就好英武出嚟，好英勇出嚟，要警告同埋恐吓啲学生。咁你嘅人系咪精神分裂嘅呢、这个局长？即系咪对呢一个嘅香港嘅小朋友系仇视仇恨嘅？有问题要帮嗰啲你唔帮啊？另外有一班嘅年青学生系嘛？可能呢个嘅仿效五四嘅精神，五四运动大家都知啦。香港所有教育即系有任何呢个嘅教育呢、这个嘅水平或者有任何知识嘅，共产党都歌颂五四运动啦，大佬。唔系净系我同你啊嘛，共产党定五四为青年节啊，主席我有冇错？好似冇记错啊呢、这个，系嘛？共产党定五四运动为青年节啦、啊。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当年为咗呢个嘅守护呢个学生，明明呢个犯法火烧赵家楼，都继续捍卫呢啲学生，唔俾北洋军阀呢一个嘅拘捕同埋检控啊！共产党都歌颂五四学生运动啊！你家下呢一个吴德殿局长喺度恐吓啲学生，小朋友面对呢个转校嘅问题，你唔去协助，所以呢啲局长系咪心理变态嘅咧？系咪仇恨香港嘅小朋友同埋呢个青年学生咧？咁所以要删除呢个唔得掂，真係唔得掂啊！所以主席有时真係好奇怪，加下呢个嗰、那个错配同埋香港加下嗰个行政运作嗰、那个变态嘅情况，真係失常嘅情况，令人感到惊讶。教统局 教育局局长唔识教育係咪呢一个嘅发展局局长唔识规划，运防局局长唔识呢一个嘅交通运输係咪呢一个嘅特首唔识行政管理，佢做測量又唔識測量，即係你見到香港家下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局面，你叫香港人真係點樣生存呢？主席，有問題嗰陣時候，你真係要求邊個呢？係咪？好似我哋啲議堂啲議員講，你唔中意你咪走咯，係咪？香港人你唔信政府你咪走咯，係咪？好，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重身份㗎啦。呢度啲公民組，呢度啲功能組別議員，佢哋自己又好，佢家人又好，好多都有曬身份㗎啦，係咪？要走咯，咁但系唔系咁啊嘛！你作为一个嘅政府嘅高层，你有啲基本嘅廉耻嘅话，你有啲基本嘅意识嘅话，你都做好少少你嘅本分嘅嘢啦。嗱，我知道里面教统局某啲嘅即系职员咧，某啲人士咧系好想做好嘅，咁但系正如头先我所讲，你冇政策嘅时候，你就要嘅高层愿意承担呢个政治责任啊嘛！你肯承担呢个政治责任嘅，你咪拍板话：咦，特事特办，等同将当年阿郑宇华处理呢个蔡元村嘅赔偿，等同呢个好打得嘅啊！当年呢个发展局局长处理呢个新界东北嘅赔偿嘅啊，提出嘅新嘅方案，佢哋咪特事特办。拍心口自己话要做，过咗行政会议咪 OK 咯。咁当然新界东北收地嗰啲发展问题另一回事，但係喺赔偿方面嘅问题有新嘅即係对策呢，基本上对某方面嘅问题呢係得以呢个改善，甚至係呢个嘅解决。咁所以你就返即係得意嘅问题，今日啲家长又去请愿啦，係咪？香港人揾食已经艰难啦，已经即係生活苦困啦，係咪要顶租顶成，你家仲要为細路仔嗰个嘅學業嘅问题要呢个嘅奔波。有啲家长已经话佢个小朋友已经出现呢个嘅即係一啲行为上嘅突变啦，係咪有啲成四五岁平时已经唔会赖尿嘅，最近都出现赖尿嘅情况啦。有啲開始唔講嘢啦，翻到屋企少講嘢啦。以前翻到屋企咧就講學校好多嘢嘅，今日已經翻到去唔講嘢啦。呢啲係警號嚟噶嘛？你哋唔可以漠視呢個現象，更加唔可以漠視呢個小朋友嘅基本嘅權益。